大家好，我是美国波比医生。我们来分享一下我是如何监控和管理自己身材的。管理身材有好几个办法，一个是监控自己的体重、腰围和身高体重指数，叫 BMI。还有呢，就是用那种智能的秤，我家有一个叫 Fitbit，这秤你踩上去，它不仅告诉你的体重，同时还告诉你的体脂数，这是它用自己的算法算出来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叫做 InBody，就是你站在一个秤上，手上握着一个东西，它也会给你报道一个体脂，还有水分啊等等这样的组成。最精准的还是一个叫做 DEXA scan，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报告。这是一种用 X 光的办法，全身做一个扫描，把身体里的脂肪、还有瘦肌肉和骨骼都算出来。这个我认为是最精准的，这个也是在医学内认为是最精准的办法。大家可能会担心，这种用 X 光呢，是不是给自己一些射线的接触不太好呢？但事实上，这种射线剂量非常低，相当于一个胸部平扫这种 X 光的1%，跟日常我们在外面晒太阳啊接触到的光线就差不多了。所以一年做一次，一年做两次，甚至每个季度都做，问题也是不大的。至少我本人不觉得有什么担心的。好，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，请在下面留言，下次再见。